问答互动埋你嘅题目，一齐睇下立法会应该点样回应嘅人大政改决定。观众可以遥控你嘅 Winning 仔或者空仔投票嘅，红色就喺决定下争取，绿色咧就系争取修改决定，蓝色就系否决政改方案，黄色唔识得判断啦。民调结果听日嘅节目同大家一齐讨论同分析。上星期問大家人大落閘之後啦，咁政改仍然有冇咧討論嘅空間咧，仍然有討論嘅空間咧，只有6%嘅啫，討論空間不大，14%，完全冇討論嘅餘地49%，唔知道1%嘅。呢個問題其實是上個禮拜問大家的一早就知道了，人大即係係公佈之前，就係常委公佈之前，大家都有咁諗喎。大家睇到個形勢㗎嘛？咁但係之前又約曬啲泛民又傾，約曬泛民，我先度輪都同你講，呢係過場戲，即係通常嚟講咧，話俾大家聽，話俾你大家聽，唔係唔傾，不過你有你傾，我講咯嘛。咁食餐飯咁樣咁樣啫，只要通常嚟講食飯嘅時間，主人家講一紮嘢，跟住你哋講嗰樣嘢，哦，聽到啦，聽到，咁點啫？咪就咁多，就咁樣，一早已經落咗個一定一早已經有曬個劇本，話咗俾你聽係咁樣噶啦嘛。咁呢啲嘢挑通眼眉嘅香港人睇到嘅咧，所以上個禮拜大家都知啦。所以我哋啲觀眾就好清晰，即係覺得完全即係個討論空間冇得講嘅，冇噶啦，只有即係最多人嘅咁。仲有一樣嘢，你憑咩去講啊？你有咩條件同佢講？喂，咁但係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否決過唔到，咁你咪過唔到咯？就原地踏步噶啦。咁中央就係其實都想你原地踏步。即係你覺得中央係想原地踏步嘅？絕對係咁樣。點解咧？嚇？喂，普選喎，呢樣嘢咁新穎，對佢嚟講一個好緊要嘅樣嘢，唔好搞住。我而家已經係搞打貪打腐，佢已經搞到已經一鍋泡啦，拉又一個，拉又一個，就連啲冇官做，咁點再搞落去又唔得。咁又同埋而家個個國家睇住我哋中國，係咪？越南就係因為咁樣睇住咯，所以香港如果冇嘅話，咪對於中國咪好大影響，係咪先？即係啦 ，GDP 排第二喎，冇中國，唔係即係香港係啦。連個特區行政嘅特區地方都冇，你真係睇唔通我哋共產黨管治國家。願聞其詳啊！我哋寧要核子，不要父子，呢個係個毛澤東時期一個好大嘅、好偉大嘅口號。OK， 咁但係如果係咁，對於我嚟講，經濟唔係一個好大件事。OK， 我哋嘅主權、我哋嘅尊嚴、我哋嘅控制係最緊要。咁如果係咁樣嘅諗法嘅話，咪即係欺騙咗香港人咧？呢幾廿年，誒即係咧回歸17年啦，嚇，即係討論到政誒即係個直選都講咗成30年啦，即係民主。咁呢17年係其實係咪不斷咁樣去所謂欺騙香港人啦？呢個世界都係你如我詐噶啦，都係你氹下我氹啊！你用欺騙就重啲，佢話你氹下我氹下你啫，咁樣。咁樣喺達到目的嘅時候，我氹啲嘢咧，我俾出嚟嘅嘢可能少啲；未達到我目的嘅話，我氹嘅手段可能做高啲。即係氹女仔咁樣啊嘛，係咪啊？呢個世界係咁嘅，彭程，唔好咁天真啦！我成日同你講，你唔好相信呢樣嘢啦，係咪？我望住㗎啦，我知㗎啦。係，即係唔好相信啦。你相信咩？冇人相信㗎，即係應該唔使再討論咯喎，啲細節啲框架。有啲人會討論嘅，因為我呢啲閒人咧，就我覺得都唔需要討論咁啊，自有自己打算咯，係咪先？此地不留人，自有留人處。你覺得呢度唔啱嘅話，咁咪揾你啱嘅地方咯。但係最緊要，你要留低到嘅話，一定要守法。因為法律嚟講係我哋大家個共同嘅嗰樣嘢。好啦，我哋都冇討論嘅空間啦，因為傾到呢度先啦，唔使再傾啦，拜拜。